作人员还是包括教的老师，他们所有的气氛都感染了我们。他不单只是上一个节目，那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。今天终于完成了我第一个国标，而且我突破了我自己。我觉得你的情绪是最感动我的，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做得最好，可是我还是要努力把它做完那种心情。请锁定武力全开，由艾尼亚化妆品冠名赞助。